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台上感应篇前面呢提到的是总纲，还有示警。那我们提起一个敬畏天地鬼神之心。那进一步要断恶修善。所以老和尚的提纲，这个科会甲三是进入我们修善得福的部分。这个乙一呢是总说，是道则进，非道则退。这个道可以是比喻是大路我们要走正道，非道就是邪道了。那圣狂之分，善恶之分呢，在一念之间。所以印光祖师有说一个人日用之间呢，万境交集，很多境界一不觉察我们没有从起心动念处去反观呢，难免种种违理情想，撇耳而生呢，起了妄念了，甚至起了邪念了，那这样的念头一起真心遂受固蔽了，我们的真心就被这些邪念给遮蔽了，真心起不了作用了，那就落入非道了，那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所以我们要警觉性很高不能忽略了念头的作用真诚心念一声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假如是妄心生烦恼了，那造的一般都是三恶道的业因了。所以我们真的认知到念头的差别天壤之别，那真正自重自爱的人呢，就不随顺妄念邪念了。这个我们常听到，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你这个业种下去了，它不会不见哦。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了。安世全这个安世高大师翻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他前世有个师兄弟去托钵这个师兄弟还明经好师明经是懂不少道理哦。好施这蛮慷慨的可是托钵的时候对饭菜不满意这个顺境不好修了你看顺境吃的满意多了有一餐不满意不高兴了
所以顺境淘汰人哦，逆境磨练人呢、啊。所以面对顺境啊，要常生感恩心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呢、啊，太重要，太重要了。啊，现在很少缺吃缺穿的了。啊，从小都是比较享福的。啊，假如他的感恩心不足啊，那在享福当中啊，就视为理所当然了。啊，甚至于不满他的意啊，脾气就上来了。啊，我们看到一个小孩贪嗔很重啊，心很痛啊。因为他人生难得，他得了啊，中华儿女难当啊，他也当了。结果我们没有帮他接上5000年的智慧啊，还让他染上那么多习气啊。哦，所以古人留给我们三才者，天地人啊，要活成人的样子啊。不能纵欲，不能只是享福啊！哦，三途一堕就5000劫呀、啊，你看多冤枉啊！哦，所以我们知道因果的，你对人呢生不起气来了，对立不起来了，可怜他都来不及了。我们明白佛法了，明白因果了，有前后眼了。啊，看这些学生犯错、啊、不忍心了，悯人之凶啊。首先，他现在行为不好，一定有他的因缘。你一去做家庭访问呢、啊，哎呀，他挺可怜的。他过去很可怜的、啊。他没有改过来，未来也很可怜，未来要受报、哦、这一生受的叫花报、哦、下一生到三恶道叫果报啊，开花而已啊，就那么、哦、痛苦了、哦、我们看现在人身体啊，有慢性病的年龄越来越早。当然从原因上，他不懂得饮食，不懂得照顾好自己，这是一个助缘。还有一点是他造的业力太重了。有因有缘呢、啊。那一天听到、一个小孩3、4岁啊，主动跟父母说他要吃素。哦，看那孩子眉清目秀啊，那过去生的善根呢、啊。假如不懂得、你看我们接下来要讲慈心于物啊。哎，从小就让孩子懂得爱惜生命，他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哎，大家不要小看哦！我们给孩子讲的一个小故事，护身的故事，有可能孩子就奉行一生呢，那老师讲这个故事就功德无量啊！这孩子少造多少业啊？像我福报不够啊，没有遇到像诸位仁者。这么有理念的老师啊，我假如从幼儿园遇到了，我相信了，我会接受的。我只是缘来的比较慢而已啊，不然我应该很小就会吃素了啊，从小就挑食，只吃肉不吃菜，不明理啊。
啊，造了不少业，啊，光吃啊就不知道吃了多少众生肉了，啊，哦，所以，啊，那个小沙弥寿命到了，啊，师父已经，啊，证得阿罗汉了，看得到了，啊，就赶紧安排他回去了。毕竟年纪小啊，在家里走也好啊。哎，结果第八天他回来了，啊，师父很惊讶了。哎，一看，哦，他回去路上啊，刚好下大雨啊，啊，救了一窝蚂蚁啊。哎，他马上延寿了，最后哦，正果了。哇，所以寿命还是很重要哦。所以无微不施啊，得健康长寿。哦，所以我们老师教学生柔和直指啊，这都是无微不施。啊，学生看到你啊，心就安了。啊，和言爱语，劝喻彻净。在安学生的心呢，哦，那刚刚啊提到这个安世高大师啊，他这个师兄弟啊，虽然明经好师啊，但托钵啊生气了，不满意了，你看这一念心呢。就把他带到啊，啊，去投到畜生道了，做了河神了。哦，来拜他的很多啊，啊，因为他一来明经啊，所以这些老百姓去问他了，他还能指导了，啊，啊，喜欢布施，所以他福报大哦，当然这故事有很多角度啊，都在提醒我们啊，不要轻易发脾气啊，再来要广结善缘啊，多结交一些良师益友啊，我们堕落的时候他们就拉我们一把，当然拉啊，最好不要下辈子再拉，这辈子能拉就要赶快拉了啊，哦，所以我们知道念头的力量了，哦，就不死性子了，哦，就不啊随顺烦恼习气了。成年人只有自己认识到了，他才肯干呢，别人讲多了，有时候他还烦呢。哦，所以林芝禅师说的用心皆明定业，用心起心动念就是一个种子了，人牵来报可以牵未来的果报了，众忏不亡，忏悔这个种子也不会不见，你可以削弱它，你不可能让它不见，哦，以此治良啊，哎，好好考虑思量了，何能轻动啊？怎么可以乱动念头？啊，要向于精一公学习，静则一念不生，一个妄念都不起；动则万善相随。哎，他有因缘可以帮人了，啊，尽力去做。啊，平常啊没有因缘的时候。佛号在心中，不起妄念，哦，所以以此之量，何能轻动，不能乱动念头，哦，四心之事，岂不畏乎，你真正看懂心的作用了，哦，怎么可以不敬畏呢？不高度警觉呀，念头了。哦，所以啊，啊，这个是道啊，就要静啊，非道就要退啊，啊，
我们用儒家的标准，五伦八德啊是道，不符合五伦八德就非道。用佛家的标准，老和尚把修行的纲领给我们剪出来了，这是很难得的因缘福报哦。你就掌握了整个大乘的纲领了。修行呢，心有根本，行有根本。心不离真心了，真心是道啊。所以老和尚指导我们，是从大乘经论呢，又透过他老人家的诠释，不然呢，这些大乘经论有时候一讲啊，那个名词我们不是很了解，这都是老和尚的善巧方便呢，那老和尚教学呢，我们也在教学哦。我们要学到老和尚善巧方便哦，目前当目其心呢，我们在听到老和尚讲五心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他的慈悲善巧了没有？他时时能体恤弟子们，听了这些话能不能理解？你比方说老和尚讲四摄法、布施。现在的人一听啊，还不是很有感觉，老和尚一讲，多请客，多送礼，哦，知道了，这个就是随时能用现代的这些词语啊，让人好理解。诸位老师，你们在讲课的时候啊，有没有看着学生的眼睛？比方说你讲了一段道理，这个学生的眼睛是这样啊，那你要知道没听懂，或者皱着眉头，那就没听懂。视思明，听是聪。你要看学生的表情啊，是听懂了没有？我有时候啊。也会遇到同修啊，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啊，他的表情是这样的，他有没有听懂？他在点头，可是他眼睛呢，一看就是没懂，他可能怕说他没有点头啊，陈德法师会不会不高兴啊？这样他太累了啊，当然也是呢，我不够让他信任。他有这个挂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求学的态度。假如呢，你一发问呢，比方说这个陈德法师就不高兴了，那你最好不要跟他谈经论道，他修养太差了，一问就不高兴了，你还是找别人去谈经论道。要有判断力，不能感情用事。这个找良师益友啊，攸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这不能感情用事。你提个问题他就不高兴了，这个要做良师益友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要能判断学生的状况。所以教而后知困，知困而后能自强。我怎么这么讲，学生都听不懂，那我得要好好琢磨琢磨怎样才能听得懂。大家有没有看呢，老和尚讲经越讲越浅白。您假如去听老和尚三十多年前讲，那当然一方面呢，听众的素质啊也在变，包含可能在讲的过程，你看以前讲无量寿经啊，可能呢
啊，差不多60个小时讲完。哎，你看到后来讲1200个小时，哦，所以刚刚提到啊，老和尚，哦，他能够深入浅出啊，这是真正大善知识。啊，你讲的人家都听不懂啊，那叫卖弄自己的学问，那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啊，大家也要会判断了，不要听了一愣一愣的，哇，这个人好有学问哦，好，那你就不会判断了。哦，我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同修啊，他听不少啊，这个法师啊，高僧大德讲课啊，啊，确实听的那些法师啊也不简单，他也有听老和尚的，结果他这么一听啊，听了一轮下来啊，他说老和尚讲的太浅了，哦。哦，你看他听啊听啊，听出分别来了，啊，哦，可能他听了啊，有人讲课都是啊，《无量寿经》上啊，《华严经》上讲什么啊，哦，都是引经据典很多啊，他就觉得这样听起来比较有学问呢，啊，比较痛快呀，啊。你看听也会听出执着来啊。哦，我说好啊，那你听。又听楞严经，又听华严经啊，哦。那我请问，你现在跟你先生呢，搞得不是很愉快？你华严经用了哪一句？你楞严经用了哪一句啊？他看着我，你看听了那么痛快，都用不出来。哎。老和尚是能呢，把很深的大乘经教啊，讲解到啊，我们知道怎么下手啊，这样才能解行相应啊，这样的善知识不好找啊，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啊，我们看大乘经教有比普贤行更高的吗？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哦，我们不举多哈，你看老和尚讲礼敬诸佛，啊，什么是诸佛？一切人是诸佛，一切事是诸佛，一切物也是诸佛。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菩萨看到这些小动物啊，蚂蚁啊，它没有啄它的相，它看到它的本性啊。哦，哇，那老和尚进一步说了，哎，怎么礼敬啊？啊，对人啊，礼敬啊，要尊重人家。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要礼敬人家。哎，会不会在吃饭呢？会不会刚好在忙啊？会不会已经休息了？啊，我印象中啊，有时候晚上要打电话，哎，我父亲讲了，现在都10点了，你会不会吵到人家？哇，你看这父母啊，都在这些关键的地方啊，建立我们处事的态度。哎，他们没有讲一套一套的道理，哎，可是，在这些机会点，哎，就提点我们，当其可之谓时，及时教育我们，包含最重要的身教啊，以身作则，行孝，哦，对兄弟。姐妹啊，很有情义，哦，包含跟朋友相处，哦，我父亲呢，啊，这
他同事有问题啊，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批评过，啊，都是尽力在协助，啊，然后啊，刚好有机会啊，因为公司啊都会办啊旅游啊，啊，这些同事就会带着小孩啊，啊，甚至老人啊，另一半呢 啊一起出游了。哎，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位啊，我父亲的同事啊，是一位阿姨啊，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啊，他就很认真给我讲一句话，哎，旁边没有人哦，不是在我爸爸面前讲的，哦，说哦。你父亲啊，是我遇过啊最好的主管。哇，大家可以感觉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震撼。啊，父亲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哦，所以大孝终身慕父母啊，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人生最大的烦恼痛苦是什么？哎，父母的形象啊，产生变化了。哦，本来你很信任父母啊，哎，父母怎么骗我啊？哇，一下子很难受了。啊，父母怎么讲的跟说的不一样啊？哇，他又给他所谓认知的冲击。认知的崩塌，这是最痛苦的。哦，他是从一个完全信任父母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啊，这些学生，好像对父母很无理啊，你不要先用道理指责他，你要先体会到他的内心也是很苦的。我们能这样去对待学生呢，他首先感觉我们理解他，哦，进一步引导他包容自己的父母，宽容自己的父母。所以老和尚也这么指导我们呢，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哦，都是引无量寿经的经句，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一个人不能原谅父母啊，他不可能是一个快乐的人。现在的学生呢，那种天真无邪的脸庞啊，越来越少了。啊，这个整个社会啊，老和尚也常常提到了。啊，忽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忽略老祖宗教诲啊，可能好几代人了。哎呀，有时候真的是看得很不忍心。人生难得啊，中华儿女难当啊。我们尧舜禹汤文鲁周公这些祖先在天上看到我们现在中华儿女的状况流眼泪啊。所以诸位老师啊，你们发愿呢，利益学生呢，这个学生的祖先都是你的护法啊，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啊。老和尚说的一念骗虚空法界，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呢，好多要不在天界，要不很多都在极乐世界的，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啊，四大古文明都断了，就剩中华文明。
所以啊，我们把这个真心保持住了，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护念。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有这个感受。你看学生从那么高把那个窗户拆下来，然后就倒在地上了，结果丝毫无伤。那个我是很相信都有佛菩萨还有他们的祖先呢在保佑。所以老和尚说了，我们现在做教学工作啊，弘法利生啊，佛菩萨祖先承担，我们把心用对就好了。心用对了都可以逢凶化吉，心用对了很多善巧方法都会出来。是有百折不挠之真心啊，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啊。我们这一颗利益学生的心不退了，你一念念佛啊，或者睡一觉、就有灵感了。哎，我是屡试不爽啊。所以大家有想不出方法的时候啊，可以把情况写上来啊，我们是善有唯一啊，我们是诸位老师的拉拉队啊，我们一起集思广益啊。不过最近生意比较不好啊，没有收到什么问题啊，当然应该不能说我生意不好啊，一个医生呢、都没有人来看病的时候啊，没有人生病最好啊，是吧？当然大家都没有遇到问题啊，就是大家道力、都很强啊，都能随缘妙用啊，问题都解决，所以不用探讨了。那也是好事啊，不是坏事啊，不是生意不好啊。我修正一下啊，这个讲话很容易讲错话。要讲的这个这个周到一点要方方面面顾及到所以没有问题最好，假如有问题啊，大家欢迎大家提出来一起探讨这个也探讨了，也是增长我们的信心。都有方法的，有佛法就有办法。那刚刚我们提到要观察老和尚的善巧。观无量寿经里面呢提到的这个菩提心，是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不是很好懂。大乘起信论这个马明菩萨大乘起信论讲的是直心、身心、大悲心。哇，那个身心啊不好懂啊，是吧？那老和尚用这些经论呢把它合起来怎么讲呢？真诚心，我们好懂了。身心怎么理解？清净自受用清净心，清净心，心地清净可以感觉呀。平等心，不要分别，不要高下，平等待人。卖大细目，不要大小眼。这个贫富贵贱我们礼敬诸佛，平等恭敬。你看老和尚一讲，对人恭敬，对物呢，桌椅板凳，你把它擦干净了，就是礼敬。
你总不能对个桌椅板凳给一直给他鞠躬啊，人家觉得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哦，都是深入浅出教导我们。哦，那老和尚一提，哎，清净平等觉悟，理智有智慧，不感情用事，这个都很好理解。啊，再来慈悲心，五心，啊，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啊，慈悲是他受用。四道则静啊，所以我们的心都要跟五心相应，就是四道了。跟五心不相应是非道，赶快回头。哦，赶快阿弥陀佛！哦，把这个不对的心念转过来。哦，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哦，所以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啊。这个"则"字，就是警觉性要很高。哦，功夫就要下在这里，圣皇之分在一念之间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赶紧把佛号提起来那这个五心是心的根本啊，还有呢，行、持啊，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个就四道了。哦，那我们前面呢，都跟大家有探讨过，这个就变成我们处事待人的标准这个三福，人天、小乘、大乘，啊，六合，我们在团体里啊，时时都修六合敬。见合同解，戒合同修，所以一个班级呀、也要有规矩，规矩就是戒呀、你不能很慈悲哦，但是没有智慧哦，这样变慈悲多祸害哦，整个班级闹哄哄的不行哦，而且还要慎于始哦，一开始就要把规矩建立起来。而且要赏罚分明，小孩又不是已经修到菩萨境界了啊，他还有很多习气呀，还是要用赏罚的，赏了他知道要多做这些善，罚了他警觉不能造这些恶，教人以善勿过高要视他们的情况。来管理班级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看同学每天在一起啊，都可以用这个指导他们。哦，还有利和同均，能够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实大臣这些都可以教给小孩的，你就转成大众人能理解的，利和同均转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人听不懂啊。好，三学皆定慧三学。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诸位老师啊，你们有没有哪一天呢？你几十个学生呢，没有一个人发脾气的，有没有一天都没有的？
哦，不多吧？小朋友有时候起点摩擦矛盾呢，在所难免吧。哎，这个时候是不是指导他们要忍辱啊？哦，还有读书要精进啊。哦，孝顺自己的父母要不断进步啊。啊，待人处事啊，都要进步啊，这都是精进啊。啊，禅定啊，他们要专注啊，要定啊，不然会出状况啊。啊，每一天可能谁又磕磕碰碰的了，你一定是着急了、浮躁了、不定了。好，哦，那普贤十愿都可以的。哦，那我们从做人开始了，才能做菩萨了。哦，那做人儒家讲的五常，做人的常道，仁义礼智信。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天都可以发生的事指导学生。哎，你这样对待别人。那别人这样对待你，你欢喜吗？能接受吗？义，道义啊，义所当为啊。哦，孟子强调的义利之辩。我感觉呀，我们从小不愁吃不愁穿呢。假如不引导孩子重情义、恩义、道义啊，他就只想自己了。哎呀，一个只想自己的人呢，以后会有出息吗？以后会被人家重用吗？不可能啊。我感觉呀，没有遇到师傅啊。我这一方面也很缺乏，啊，你看一有时间呢，就想着怎么 happy happy，啊，也没想说要去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吧？这些意义不足啊。哦，所以这个老师啊，真是师哉师哉，童子之命啊。哦，我遇到老和尚25岁喽。假如我5岁的时候，老师就是听老和尚讲经的，哇，那我的缘就好了，因为我阿赖耶识都有啊，只是开发的晚了，遇缘不同啊。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老和尚说：“哎呀，我学佛太晚了，出家太晚了。”哎，我们听到这一句，有没有拉到？我们自身呢，我们的学生呢，他们跟儒释道圣人的缘接上啊，是老师的助缘呢，啊，哦，所以，哎呀，做教学呀，太有意义了，啊，其他行业比不上这个意义啊。哦，那啊，我们呢？啊，像我自己呀，都感觉到啊，自己教学的智慧啊不足，都是慢慢积累上来的。哎呀，现在一想就觉得很对不起以前啊这些同仁啊，以前也带他们，那时候的智慧。阅历都很有限的，啊，像我当时教书，啊，看到啊有个女同学，啊，拿美工刀啊，在自己的手背啊，割了好几行。
我当时看了就是心疼了，哎呀，你不可以这样做。那种对学生的敏锐度啊不足，这个是果啊，这个行为是果啊，因是什么？他内心已经非常苦闷了。其实现在小学生自杀的都有啊。我们老师假如留点心呢、啊，都能看到一些征兆。所以假如是现在我看到一个女学生这样，我铁定要做家庭访问了。而且啊，我现在想想，那个女学生的脸呢、啊，就没什么笑容。所以我们看一个孩子在那个年龄没什么笑容啊，我们就要主动关心他的心理状态了。心理的健康啊，是影响他一辈子哦。学习的成绩啊，对他一生的幸福快乐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学习态度有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着了那个分数的相啊，着了相啊，我们真心就被固蔽住了。我们都是在分数患得患失啊，我们的自觉照没了，体会不到孩子的心了。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很重成绩了，结果考不好，打得很厉害啊。我记得我一个同学、啊、被老师打完之后，双手有9颗淤青啊。那个淤青是浮起来的，哎，那个不止伤了学生的身哦，还伤了他的心哦，不止伤了他的心哦，还伤了我们同学的心哦。多关爱，多把孩子学习的动力唤醒啊，不是用这样打人。打出他读书的积极性来、啊，这是我人生走过的路啊！我不能白走啊，我不能犯同样的问题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还有自己啊！所以我现在想一想，哎呀，自己应该好好提升了。不然你看就帮不到那个女孩了，帮得很有限的。最近啊，好、哦、有一些地区啊都发生无故伤人事件了、啊。哎，我们当老师的看到这个事件了、啊，对我们的教学有没有一些启示啊？其实啊，社会当中发生的任何事啊，都跟我们教学有关。首先呢，我们的学生会不会变这样，这值得我们思考啊。哦，再来，他为什么会变这样？那社会大众被他伤害了，有没有可能避免？所以啊，众生若有急难恐怖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好，我们现在伦理道德教育啊，因果教育忽视了几代人。人不懂，他就会造业，所以这个社会的共业会形成。但共业中有别业呀、啊，哦，所以啊，在允许的状况啊，哦，
当然要尊重他不同宗教。哦，你说你哪一个宗教，你遇到急难了，应该怎么去应对？哦，哦，那我们佛弟子了，啊，《无量寿经》里面都有知道了，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观音菩萨的愿是真实的。而这些人呢、啊，他是长期心理已经偏颇了。请问他的家人有没有发现？他的老师有没有发现？哦，他会形成这个行为啊，他人生过程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假如他人生过程有人是道义的，是有智慧的，可能就不会造成他后面的结果。对呀、啊，他是长期缺爱，最后到扭曲掉了。假如他的人生有遇到一个老师真正爱护他，有可能他就不会走这个路了。而现在呀、啊，有19世纪是心脏病威胁人最大，20世纪是癌症。现在进入21世纪、啊、忧郁症的，忧郁症是心病、哦、要心要义、哦、要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哦、要孝道、哦、有孝道啊，有孝心啊，不可能会变成这样、哦、哎，所以啊，教孩子伦理道德因果、啊刻不容缓啊。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啊、要把义做出来，我们才能教孩子无常啊，教孩子义啊。我感觉这个都市化之后啊，这种情义啊好像不知不觉淡了，人好像都不主动关心人了。哎，我也曾经跟大众交流到了，哦，你的一个亲戚得癌症了，我们有责任的，因为你得癌症呢，一定有心理问题，因为身体是心呢、啊。念头相续产生的相啊，啊，见分变出相分的了，哦，所以这个在近代量子力学都证明了，念头相续产生的幻象，哦，所以以心控物啊，这个近来这些西方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秘密嘛。所以当我们看到啊，亲戚朋友脸上都没有笑容了，眉头都锁起来了，哦，常常哦眉头深锁啊，我们就要主动关心了。哦，你说我也需要人家关心啊，先放下我吧。其实啊，你去关心人的时候啊，你的能量就会向上升啊。而且呢，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哦，我自己假如有烦恼啊，我就想哎，去关心一个人，哦，因为我一关心他，我就要讲佛法，讲着讲着，哎，自己的烦恼就不见了，非常好的方法。哦，所以帮人就是帮自己、啊、哦，所以这个啊、哦，我们呢，面对啊、哦，现在人呢、啊，
这个心里啊，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情绪没有抒发出来。啊，哦，我看很多小孩啊，住在都市里啊，一到大自然了，哇，他马上那个脸就放开了。本来就感觉比较紧张，所以大自然那种对人的疗愈啊的力量很大。所以现在心理有问题的人很需要，比方说你在农场里面半班教学，还有劳动，哇，你看他接地气啊，那些刷手机的那些那些电子能量就排到大地去了，那个对身体都不好了。哦，然后他每天去农作的时候，一看，哇，这些小黄瓜每天长的样子都不一样，那种生气勃勃啊，就在疗愈他了。哦，然后你再讲讲孝道啊，五伦八德啊，他整个心理问题啊，可能很快就改善了。哦，这个大家，我是有一个 idea 大家可以发发心啊、现在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啊。其实你看《无量寿经》说"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这一句我们肯不肯做啊？《无量寿经》不能挑着做吧？哦，那这一句要受持哦。那我们设想一下，今天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得忧郁症了，你说这一户人家的日子好不好过？每天提心吊胆，怕他想不开，而且这样的日子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哎呦，我现在光想我都觉得这个压力挺大的喽。对呀，所以我们尽力引导孩子，他从小你把他引导好了，他就不会是这样了。所以这个真是功德无量的事业了。好，哦，那我们从这个仁义礼啊，礼是恭敬，礼者敬而已。哦，智啊，理智不感情用事。哦，有同学就提到了。他的这些亲戚啊，互相指责啊，结果他去帮忙呢，帮到自己啊，也很不愉快，然后到呢不想听课了，这个首先呢，你要帮别人啊，所谓要用你自己的明明德去清明啊，君子务本啊。你自己要先扶得住情绪啊，你才能帮得上别人啊。哦，所以要帮别人要注意，你处理的那件事叫医报，随着正报转，你要把自己的心先护好。哦，你要定慧等持，定须习也，要习定。你要念佛啊，你要念经啊，你才有定力啊，不然你一下就被转掉了。哦，再来，这个心呢，会须闻呢，要闻法。你在面对处理事的时候，你用理智，你用经教在思维。
哦，你看你一去帮忙，帮到你自己也起情绪了，然后嘞，连经都不想听了，哎，那再提醒我们了，容易感情用事，容易情绪化。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的亲戚他们情绪化，没有看到其实自己或多或少也有。哦，你转个念头，不要见他们的过。哎，若真知反省自己啊，其实我也有。啊，我感谢这件事啊，提醒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我先要把心稳住。随缘妙用啊，我们一起情绪就妙不起来了。哦，所以提醒自己，我要在处理这件事当中啊，提升我自己的境界。要定得住，要做得了主，所以平常定慧等持，要多听经，多念佛，你在境界的时候才稳得住。哦，所谓养兵千日啊，用在一时。哦，所以你一处理事就被转了，平常练兵不够。哦，平常下的功夫还不够。哦，我们要啊，认真总结经验。自己修行也好，帮别人也好，哪有轻轻松松就过关的？不可能。啊，我们要培养啊，越挫越勇的态度，百折不挠的意志。啊，这个要跟阿弥陀佛学。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行，永不退。我们要效法阿弥陀佛。这个是仁义礼智啊，要理智处理事啊，护好自己的心念。就把事护好了，信啊，守信用了，这答应学生的事都能做到啊，学生对我们非常相信，这个《弟子规》的"凡出言信为先"呢，我们老师得表演给他看。那我们看一下汇编呢，111页，哦，宋肇清献公，就肇变先生，每夜啊焚香告天，哎。有人请问他呢，人问之，公曰：“吾自少来啊，我很年少的时候啊，他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哦，说不定你讲这个故事的，就有学生效法了。啊，昼有所为，白天所做的事啊，夜必拜告上帝。啊，到夜晚了，一定啊。”禀告上帝，所以不敢告者，不敢讲的，不敢为也。哇，他有这个态度了，他就事到则静了，非到马上就退了。那我们佛弟子也可以，昼有所为啊，夜必告西方三圣啊，告佛菩萨，有不敢告啊，就不敢为了。有这个态度啊，哇，这个得佛菩萨，龙天护法加持了。好，我们再看这个112页。
啊，这也是一个榜样啊。啊，后汉管宁啊，常与华歆、锄棣得经啊，他们两个是同学啊，一起锄棣呀，哎，结果去锄到了荆子了。啊，宁不是管宁看都不看，这个华歆是捉而执之，看了拿来看了一下，又扔掉了。哦，这代表啊，这个心地功夫还是有差别啊、哦。见经啊都不动心啊、哦，会事乱啊、哦，刚好啊他们遇到乱世了。管宁呢就啊到了这个辽东去避难了啊，避地辽东啊，当地的官员呢、啊、公孙度呢很礼敬他啊，但是啊他不愿意去做官啊，结果就挖山洞啊当房子了啊，因山为室，哎，结果他住在那里啊，就很多人愿意搬过来啊，跟他一起住，啊，人多从之啊，哎，啊，当然搬过来这些人呢也不简单啊，懂得找好邻居了，啊，闽南话说的“千金买田呢，万金买好厝边啊”，啊，千金买田，万金买好邻居啊，哦，你每天跟他一起相处啊，那得到的益处就大了，哦，所以孟母要三迁呢，都是这个道理的。哦，那邻啊牛坏田啊，邻居的牛啊乱踩田地了，啊，这个管宁呢就把他迁到啊这个荒地上。荒野的地方啊，啊，帮他看着那个牛了，啊，等到这个牛主人来找了，啊，牛主惭谢，啊，非常惭愧，啊，也很感谢他。他等于啊，用感化的，让人家自己生惭愧心，不指责，啊，所居，啊，见广，啊，一起。搬来啊，跟他住的人越来越多了，哦，好、哦，好、哦，所以你看，有德行的人呢、啊，啊，就像大顺一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就变个小县城了；三年成都了，变个大都市了，大家都聚过来了。哦，所以见广了，哎，这个管宁啊就开始教学了，讲诗书了，啊，成主斗啊，就是办一些祭祀了，啊，你看礼里面呢，吉礼就是祭祀，你会感念祖宗了，这个人有念恩了，啊，就是所以祭祀就得福了，恩田敬田。哎，敬自己祖先呢，这个都是增长福报。啊、哦、啊，明理训啊、哦，让他们明白啊，知理啊，啊、哦，要懂得谦逊啊、哦。哦，那不是来学习的啊，他就不见啊。人的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啊、哦，他这个缘不成熟啊，他不见。不浪费这些时间呢，风行辽东啊，君子之得风啊，啊，草上之风必言呢，啊，这名化其德都被他的德行啊感化了，哦、啊，他每一次见这个地方官公孙度啊，啊，都是谈这些伦理道德，啊，不会涉及啊这些世间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公孙度也是很敬佩他的贤能、
他在辽东37年教化，所以教化也不是短时间的哦。你看李炳南老师在台中教化38年了，影响几十万人。以朝命朝廷呢，要调他回来做官，所以浮海而还，坐船呢回来了。结果呢，风涛大作，那个浪非常大了。结果很多船上的人，不同的船上的人，舟人呼天忏罪啊！哎呀，老天饶命啊！在那里忏自己的罪了。结果管宁遇到这个情况也很淡定哦。哎呀，那这个可能是我犯了。有一天起床没戴帽子，3天早晨睡得太晚了，有一次呢没有戴帽子就去上厕所了，我的过失应该在这里了。结果其他的船呢都沉没了，管宁那个船呢安然度过了。哇，他一生犯过的错就是这一些了，所以他确实是非道则退啊，是道则进了。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他读《太上感应篇》他跟我说，这里面说的我大部分都犯了。我说你祖上有德不然你早没命了。要赶紧回头了。所谓这个千年幽谷一灯柴灶千年之暗俱除了。所以弥天之恶你只要肯忏悔改过都能扭转。要赶紧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这个一口气不来那就得受报去了。结果他回来归受大宗大夫他不接受。结果呢这个化心还要让太尉的这个官位要让给他，他也推辞，最后活到84岁结果他所做的木榻，着息的地方那个木榻都穿了。哇，从这里就看出来，他50年未尝击骨也，就他的脚没有打开来，他都是。很这个恭敬的跪着坐，所以这从这些小地方他自律很严谨。那因邻有穷者就是这些亲戚邻居有困穷的家不盈但食，就开不了锅了，没粮食吃了，必分散救之，去帮助他们。然后见到做儿子的，就劝他要行孝。见到这些当弟弟的，就遇到可能兄弟姐妹在一起了，就跟他们讲剃刀。跟与臣遇到当臣子的，跟他言忠。他的容貌都很恭敬言语都是非常柔顺柔和直直色身德我们看这个管宁是不是在做菩萨事德
他遇到了，有缘了，随缘妙用，无方得，没有固定的，不是在讲堂上才教人，遇到谁呀、啊？哎，啊，与子言孝，与悌弟言悌，与臣言忠啊，啊，所以每一个缘，互念有缘的人，好、哦，而且他威仪住持有舍得，他以身作则，大家都佩服他，啊，他对亲人、邻居这么道义。那他以身作则有责了，他讲的话人家敬佩接受啊、哦，柔和之姿摄身德，而且他教化37年了，很有耐心，普待众生呢受苦的哦，所以诸位老师啊，啊，你们有没有想说啊，啊，学生啊，比方小学毕业了。哎，初中还来找你，高中还来找你，啊，他结婚的时候还找你去当证婚人，啊，大家愿不愿意啊？哦，你当证婚人还可以开法会呢，是吧？哦，你看老和尚就去做过证婚人了，啊，顺便把佛法讲一讲哦，哎。哎，这都是做法布施的机会了，啊，因为你带学生可能就带他2年，带他几年哦。可是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呢，哦，所以我们这个故事不能白听了，效法管宁37年，哦呵呵，哇，那你可以教出不少圣贤君子啊，哦，那。以此功德回向极乐世界，决定往生。你栽培一个功德就不好算了、哦嗯哦、所以能因事、啊、以导人于善，因事利导、哦、随缘呢引导，禅者无不化焉呢。哦，就是，啊、哦，这个有惭愧心的人，啊、哦，听了之后啊，没有不被他感动的，啊、哦，哦，那后面这一段呢，也是提醒我们，哎，反思啊，哎，这些念头啊，可能都是非道、哦，非道就要退了。加重福意啊，可生烦恼否啊？哦、我们今人呢，四思20-60钟，每一天24小时啊。哎，家人有忤逆我的意思了，我有没有情绪就上来了？哎，不能那么容易动气哦，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好、哦，安居保暖。可生淫欲否？啊，因为保暖了，容易失淫欲了。哦，生计清淡，可生淫止否啊？哦，等于是我们呢，这个开销比较不足的时候啊，啊、哦，会不会在那里想要来做哪些生意啊？其实福报啊，是心根的。哦，我们当老师的，认认真真当老师，这个老天爷照顾我们，不要再去担忧这个事情了。哦，哦，这个您大家假如认识哪个老师认认真真做事。啊，结果生活困难，啊，这个可以通知承德，啊，哎，你看这么认真的人，啊，我们这个大众，能供养到这么认真的老师，啊，我假如不支持他，我就罪过罪过了，哎。
啊，这道理理所可生昏堕否？哦，那这一句是讲我了啊，这个我要特别注意了啊。身为僧侣道士啊，离群所居啊，会不会生出这个昏沉怠惰了？没有好好办道了，怀居义重啊，默念田宅否？长久定居生活很舒适的，能否不贪恋这些田宅家产？见人富贵默念光荣否？看到别人富贵了，是否能不会嫉妒他人的光荣？这个《太上感应篇》也是提醒了，不能有这些念头，见他富贵，愿他破散，这个念头就造重业了。自己贫贱呢，默念奔净否？自己处在贫贱，是否不执念于要拼命去跟人家竞争？不能卷入这个共业呀！这个福报不是真来的，是修来的了，就定得住了。所以这个老和尚受具足戒去慈光图书馆看老和尚老和尚去看李炳南老师李老说了，你要信佛信佛当中最重要的信因果就不会去担忧钱财的问题我们认识一个李先生，他从事农业诸位老师民以食为天农业很重要而且他是完全不用农药化肥哇，他发心就是要让农夫都不自私自利了。我一听他讲话，他应该都是听老和尚讲经的，他接受电视台访问呢，也是都把老和尚的教诲提出来，他很信因果，比方说呢，他十天以后要发薪水了，结果。他的底下的人呢，就着急跟他讲了，十天以后要发薪水，没钱了。他说还有十天呢，你急啥？结果呢，过了两三天了，有个朋友打电话给他，我现在这里有一笔钱呢，我现在用不着，放你那里吧，就没事了。哇，他的田地从几十亩开始做啊。他遇到我那时候2700亩他说年底可以到7000亩哎呀，这么有理念的人越多越好。他那个地方的农民都被他带动起来了，都种这些没有农药化肥的，人吃的健康省多少医药费病从口入哇，他信因果，他一开始的时候没钱了，钱只够松土松完土没钱买种子他结果呢，松完土之后，有人走过去附近的人走过去了，就问他太太了。你们怎么不种
他没钱啊，没钱你们还收徒啊？哦，哎，结果人家是借钱给他买种子了。嗯，哦，他真的是乐天知命啊，多少缘做多少事啊，没钱买种子他也不生烦恼。哦，哇，希望这样的农夫越来越多了。哦，然后呢，这个农田里面还办班教学啊、哦，这忧郁症的人都能治好。哦，啊，这些好的理念呢、啊，大家要共同来发心啊，啊，这个大家好好学教学啊，你寒暑假呢还可以到有机农地去啊，讲三五天的课。哦，把《太上感应篇》讲一些故事，哎，哦，我们的一份心啊，真切的，都可以带动不少人，啊，善心与善心啊交感，啊，我们看这个，啊，白方礼老先生，全心全意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啊，感动。全国啊，感动所有海内外听过他这个故事的人。哦，所以真心的力量啊，不可思议哦。他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体力，70多岁了，但是真心的力量是很大的。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的。那这一句“世道则径，非道则对”啊，是总说以一啊。老和尚科会以二啊，谈积善。哦，好。积善当中呢，秉一是自行、哦、比较着重在、啊、自己心地的功夫、哦、那自行当中、哦、又分了丁一丁二，丁一是纯诚，丁二是修静、啊、纯诚当中、啊、你看我们刚刚说的是道，道就是真心，五行第一个就是真诚心，不履邪径，不趋暗室，积德累功、哦、这个是、啊、纯诚、哦、不走邪恶的路、哦、不在、啊、暗处欺人、哦、这个儒家强调的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不欺暗室，暗室而没人看到、哦、其实我们前面都提过了、啊、人间私语 啊, 啊，天上听到像雷声一样、啊哦、所以 骗不了的。我们看118页这个，哎，明董公仆啊，明朝这个董仆先生，哦，他家居，哦，等于是啊，已经辞官了，啊、哦，在家闲居了，啊，侍楚使者，侍是刚好碰到啊。楚是湖北、哦、使者呢是指考官、哦、刚好这个考官呢、啊、到湖北、啊啊、的这个考官呢公门生也，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呢、哦、结果呢他这个
学生呢、啊，就先使、啊、封锁尼经题记功，就把那一年呢、啊，啊，这个科考的这个题目啊，就寄给他了。啊，因为这个董公的儿子啊，要考功名了，结果他呢，供火之把他烧掉了。没有拿给儿子看，说实在的，真拿给儿子了，反而没福报了。哎，这个你看了就小人冤枉做小人了。哦，不看，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啊，哎，子厚重视了，后来就考上功名了。哦，我们看另外这个名杨尚书啊，当到尚书啊，著杨著啊，江苏吴县人呢、啊，梦游园林，他做梦啊，留园林，结果这个园林里面有李子啊，食其二李，吃了两颗李子，觉而自诵曰啊，醒过来之后啊，自我反省了。哎呀，是我平日毅力不明啊，才在梦中吃了人家两颗李子，结果惩罚自己啊，不吃饭几天呢。哇，你看连梦都反省哦，这是古人令我们敬佩的地方。哦，哦，所以连梦中啊，都要是不理邪径，不欺暗室啊。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